定我的心内，哪讲一人字，谁人甲你比？天光暗暝，慢慢变成惯习，有你的气味，是我上水的安慰。哦，咱讲这个惭愧祖师，非常灵感。是，但是咱这位人啊，不，这位金曲创作人哦，是，摆给他起来嘛，哦，是，听讲伊发了唱片呐，对，啊，伊办公哦，咱周水啊吼，会通安尼吼改波比姐，波比姐，我们看什么唱片大卖，一起来欢迎江志波。哦，帅哥呢？啊，好帅哦！哎呦。怎么会帅成这个样子？情世缘，刻三生石顶，一世情，有你才完成。若讲无你，怎体会人生？繁华是转眼云烟，你少年。就对阮身边，我的手会牵你头前，有时拄着坎坷雨袂停，你总是做我的明灯，牵手伫我的心内，哪讲一两字。谁人甲你比？感谢有你，一年过一年，为咱两人散歇，为一个家开机。牵手伫我的心内，哪讲一两字？谁人甲你比？天光暗暝。慢慢变成惯习，有你的气味，是我上水的安慰。谢谢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金光，丽姐是，哇塞，哇，好有感情哦。对，因为前几年疫情的关系嘛，对，那疫情的关系，就很多朋友都知道说。我老婆帮我生了两个小孩，对，那我就在想说，我去年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再发专辑了，可是刚好遇到一个契机哦，就副总有一天听问我说啊，志雄你最近在创啥？我讲啊，无代志在做虾瓜，他刚好写了一首歌送给我老婆，对，就叫《牵手》啊，我希望能够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而且女人的辛苦付出，那所以我把开枝散叶这个字都写在里面，希望能够。每一位男生都可以知道女孩子有多伟大了。嗯，对，我的歌拢就有感情的啦。我你想起来，你看就别个给你三拜啊。错了。